再抽这个女人吧，我们走。我从以前玩 F 九玩到现在是从来没有崩溃过，我对自己很有信心。来，星宇，你很明显是玩粉啊，我来帮你变更你的讯息。可恶，玩粉。来，我们走。好啦，星宇这里的话，他先，星宇你先100颗，对不对？我们先来欢迎今天第一位挑战者，第一位干爹星宇。好，星宇要抽福袋加 CBA， 抽到有为止。哎，这个福袋感觉很好玩，哎，这个福袋不抽是不是半锤啊？好啦，那我们就散喽。那我们还是先问一下好了，星宇你想要哪一个？你先跟我讲你想要哪一只，我尽力帮你把它抽出来。你跟我说你想要的，我觉得抽这个福袋就是得先问你有想要哪一只，我们尽力帮你达到你的需求。来，星宇，你有想要谁？你跟我讲一下，我尽力达成你想要的福袋。你想要的，我尽力帮你达成，好不好？你想要那个男人哦？哦，你想要那个男人哦？也是啊。那个男人有素丝酱之后，是不是直接起飞啊？我散了哦，你要盐窟丸对不对？手指，我们来了！哇，好怀念的音乐啊！好怀念，好怀念的音乐，真的好久没说哎，这游戏真好玩。你是说像这样吗？谢谢两美感动嘞！哦哦，可以啊，干你的嘞！他都在搞我，这什么东西啊？哎，又来了，钻！哦，这次三星只有这个王八蛋哦。哦，来了，采光，抽纸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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这个是莉莉丝对不对？哎，充填，哎，充填不错吧？哎，充填合格吧？充填这只很优质呢。哎，等一下这个福袋有机会抽到两只吗？还是这周就一只？哦，运气好是可以抽到两只的。哇，左上角有个欧洲人。哎 ，nice， 两只。抽只。哎，又一只，该不会黑冲宝二吧？哎，我是不是有点东西啊？舒服吗，星宇？来，还不够，我们再去抽那个女人。这个女人咯。就这个女人咯，出发！我那时候抽尼路，我以为金卡数值会是尼路啊，转过来是陈小姐啊。哎、欸，金卡数值带走 ，nice！ 变脸了，抱歉，抱歉。那个游戏几率没有变吧？要什么时候才会改 0.8？ 要明年了，那还久啊。哒哒哒哒哒哒。哦，有了吗？我记得我刚要点一下剑。罗摩，我们还个业障啦、啊！刚刚那个宝二黑针太欧了，我们消个业障，星月，小小的消个业障。哦，来了，谢谢各位，金卡数值，斯卡萨哈，怎么样？毕业嘞，有点快嘞。北欧の古き神々の花嫁にして。我劝你们别嘴紫色 BBA 哦，嘴紫色 BBA 给我出来！我劝你们是不要嘴炮哦。那咱们今天就是要来抽这个三十的男人的，大家都熟他，你熟我也熟。目前准备390颗，130抽都想出货。哎，拜托，我 F 九账号这么多。哎，看来我守时就要毕业了，谢谢各位。130抽宝五是非常正常的，好吗？你谁啊？金光三条线转过来，筹值，剑子，怎么会有十八奶？哎呀，我本来还以为跑狗我们就要守时毕业了。啊，再来吧！这个第20抽，这个跑狗，哎呀，怎么会这样呢？关掉重开大法才第30抽，就要关掉重开大法。
看来是 CBA 的业障太高了吧？今天金光很多，真的，不要再说可怜啦，结束。宝一起手，就跟你们讲了，我 FGO 这个账号真的没有飞过。可惜，好啦，那咱们要开始啦，又是金光，能不丑直吗？丑直，怎么又是剑直？不会又是吗？那蓝丝可以，蓝丝我可以接受，连续这么多个金光，对啊，小梅这是几趴、啊？为什么小梅这么多？我们还有60抽的机会，看来是没啥问题了、啊。可以，OK， 现在都是小小业障啊，没事，小小业障。等一下，这个业障反弹有点快，这个有点吓人，我傻眼。太夸张了吧！看起来是我氪的不够多。真的不够多吗？难不成我又要再一单了吗？我们剩10抽了，希望这个10抽可以让我们保额、啊。不行，好啦，再一单嘛，好吧，再一单。请问台主，这是像什么香香的游戏吗？这个游戏呢，非常的香。非常的香，它呢很香，但呢它呢很贵。你看，客人马上就来，转过来，抽。我们还剩30抽怎么办？看起来有点危险，我该怎么做？各位大大。1493的，非常漂亮的1493的，相信我，金光转过来又是重置，轻松写一宝二，数值又贤王，可以，好啦，其实呢都是骗子，我真正的是要海底捞月，看好了，就是要海底，看我一样蟹王宝五了，看我的蟹王宝五了，我第一个私心宝五居然是蟹王，有点难过啊，但是我思考一下，我思索一下，宝一我真的怕宝一不够、啊，还是我要剩下把这些石头清一清，也许就宝二了。可以吧？我觉得可以啦，这种时候就是拼个海底捞月的时候，就是现在，单抽出奇迹，坑！卡姆兰之战，可以，最后海，我们的海底捞月居然是这个几百人啊！小黑啊，小黑给点建议啊，小黑。我应该停手呢，还是呢应该要开始挖矿呢？我们现在挖了就是我 CF 都没得氪了。可恶！哇，心好痛啊！相信挖矿理论，我不是很想相信啊。我再半单，再半单。蓝米的合作不是很强吗？没有，他不强，他不会强。CF 合作一直以来都不强。可是日本不是打十分吗？打十分，日本的十分不是台版的十分。所以台版还要重做。目前战绩的话是三单保一，还在想要不要拼保二啊？可恶啊！再半单，如果这半单没有毕业，小黑算你的。可以，我绝对过。三条线，啊、抽脂，怎么又是中？我心好痛。可以，这个岩窟王要来了，真的。
结束下去了，真的要拼保二怎么这么难？好啦，三班半差不多啦。我觉得这次 FGO 三单半哦，保一哦，勉强吧。最后十抽保二，要求不高，真的拜托了。这个十抽出货我就干蓝丝保四，不是吧？你要我继续开 F16？ 不要。不，好啦，停手了啦。大丸跑来问我战绩如何，抽宝一，谢谢大丸的关心。没有，不会，相信大丸带抽，保证抵达。好问题，我也不知道。